一以后又加三，先冲五，这圈是六个五周圈。三个，左过一又加三，左过一又加三，左过一又加三，一二三，总共这个步骤做三个。看一下，我已经做好五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五组圈，做最后。所谓三连，所以说先交过一个，再过一个。就变成这样子，看一下，是由六个五组圈组成的。接下来，下一层左过一，变这样子，加四个红。这一层是由六个六组圈组成的。这层加的都是红色，这样子。然后下面左过二，两个。又形成一个六组圈，看一下，然后再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一模一样的，再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一模一样的，用相同方法做一下，左过右加三，左过右加三。我就做了三个，现在一共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六组圈了，这样子，最后一个，左线要过两个环，一个红，收尾项链嘛，过一个环，再过一个。接下来左过一，变这样子，加一红一黄一红。这层是由六个五组圈组成的，做法都是一样的。看一下，在这个顶上面都是红黄色的。接下来，左过二，左线过一个，过一个，再过一个。
不行，这个我就先看一下。我还是在这里，所以要再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一模一样的，左过二，右加一黄一红，左过二，右加一黄，右加一红。看一下上面就知道了，这个三个一模一样的。最后一步还是收回相连，所以左线要过三个红，就是过这个红。身体就做好了，左线不动，右线加五个环，再扣，回上最后一个珠子，先加一个孔，把左线看到这个孔里，然后拉紧，形成一个六，接下来左过一。做了一个六柱圈，所以这就两个六柱圈，变成这样子。第五步左过一，左还是过一，看一下，右线加二，这里形成一个二四。最后一步收尾相连，所以左线要过两个，一个黄色，一个黄色，再过下面一个黄色，看一下。有三个了，再加三个还是形成六。看一下左过一，然后用左线加三个，注意是左线不是右线，左线加三个打过一样的，用左线围穿最后一个珠子，形成个孔，
把右线穿入这个孔里，拉紧，就形成一个五。看一下，就这样子。接下来右线过一个，变成这样子。这里是用左线夹，如果我没有说是用左线夹住的话，就是用右线夹住，通常都是左线过住右线夹住的。这边是左线夹，一环一黑一环两个，看一下这边是他的眼睛。接下来用右线过一个柱子，右线过一个，然后加一个，然后再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你看它住在这里，变成一个小洞。看一下，完了以后用左线加两个环的一个钥匙圈，是左线哦，然后回穿，要把钥匙圈也回穿进去。第一个柱子，这样变成一个孔，把右线套到这个孔里。这样子，然后继续，左线继续过一，右线继续过一，用右线过一个。前面是这样子，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桌子。
是在这中间的。然后接下来用右线过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一个。线过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先会一个环、两个环，再过一个黑，改变了架子，看一下，右线加三个，左线过三个，右线加三个，形成一个七。继续做过二，左线过一个，然后再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变这样子。又形成一个五，看，接下来最后一个，左线过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个，两个。右线加一，又形成一个。变成这样子，看一下，变成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？线同时加上一个黑珠，接在这个中间，然后穿到对面这个珠里。下面这一块从反方向穿过去就是交叉，拉紧，它就在中间了。看一下，接下来用长的这根线过这个，再过这
这个。然后再用这个。煎大概过五六颗就够了，看就变成这样子。这差不多，然后现在做它的手了，在这个算下来，这里有三组圈，是吗？在这里算一个中间，一二三四。1 2 3 4，把线从第四颗里面穿上去，看一下，这是从第四颗里面穿进去的，对吗？然后这边也，这边从反方向也穿进去。第四颗的交叉，数一下，这里三组圈，这里一二三四，拉紧，看一下，就变成这样。左线加一颗，右线加两颗，这样子放着，头是朝自己这样子，头朝自己前面，头面对着自己，看这样子，看一下，继续重复这个步骤。还是这个左线加一，右线加二。就形成一个四，再做一个，左线一，右线二。线加一个黄色，左线加一个黄色，数一下，一二三，过这个，一二三，就这个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右线加一个，打空，又形成一个四，看一下，这个手就做好了。这里形成一个四，这里形成一个三，这边形成一个三，就结尾。现在这里就变过几个珠子，这样子，
再打个水线。手指做好了，用相同的方法做好这一边，就是这边数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在这个桌子上做，再做的方法。做好了两只手，看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做它的脚了，再曲解一下，曲解于线加五个珠子。线不动，右线加三，形成四，做五个四柱圈。形成个四，继续左过一右加二，左过一右加二，再做两个，做了两个四柱圈，到这边变成这样子，做最后一个首尾相连，所以左线要过一下面一个，再过上面一个，变这样子，然后右线加一个。左线，过一个，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然后穿入这个孔里面，拉紧，打扣，这边是这样子，看一下，拿出这个，数一下，看一下这下面。正中间这里有三个，看见这里一二三，这有两个五柱圈组成，这中间嘛这样子下来，正中间是这个，然后旁边的两个先过这个，拿比较长的小线下去。这里看见吗？这样子，然后再过去这里，过去旁边这个，拉紧，这样子，用右线就过了这两个，然后再加两个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要回穿两个柱子，不是回穿一个柱子。
这个，看一下，就和骨竹圈下面一个。对，不过这个骨竹圈下面一个，看见没有？好啦，好，变成这样子，这已经三个，再加两个，又加了两个。注意，这个时候你只要打扣，回穿一颗就行了，不要回穿两颗。拉紧，就形成了一个骨竹圈。接下来看一下左线过这颗珠子，就是刚才你跟身体连接的那一颗珠子，过它，再过它一次，就刚才你连接身体的那个珠子，再过一次，对，拉紧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再用左线加两颗珠子，然后打扣。这时候是用左线打扣，右线回穿，形成一个珠圈，形成一个四珠圈。看一下，变成这样子，角度做好了。这个时候它有一个不是自然形成的五珠圈吗？你把它过一下，然后打个死结。无论你怎么过线，只要它们相遇就行。我就打个死结。好了，这个就做好了。用下图的方法做好另一只就行了。我把另一只也做好了，变成这样子。